哇，都多久没玩屠夫了？感觉像过了几年一样。看见了魔术师。哎，我刀没抽出去，亏了。我的分身交了一个。等啊，不着急。残血肯定要去找医生，干嘛不吹呀、啊？哎，我就上这边调音师，修完一台，医生修完一台。调音师带的是弹射，切连手就好了。有人在附近。哇，胆真肥啊！残血还敢修？哎，你这个医生怎么回事？医生有问题啊！哎呦，我在玩手，他好卡呀！拿过来了。没修完，跑了。
没修，再摸。但我问题出在医生，医生好像特别卡。 突然发现抓前锋还挺不错的效果，其实有的时候把前锋放走还。 打好了，打不打洞？他第二个洞还没好，有机会的。 你还以为我不敢去你了？全在修。 打算是过到死再过来救，因为他有两个魔术棒。
那你死了呀！大魔人。 哎呦，撞一下！ 大概就跑了。看这个盒子，太紧，太紧实了，就我一个人坚持。 哎呀，我李哥，可以啊，巨亏。 选择我蓝骑士，应该没球，他开球救的人。
这边要地窖的话，巫女一走，应该就跑了。瞬间好烂啊！我要是个杰克就好了。我不是杰克，这个瞬间就对我没有优势。魔术师。僵尸。你的锤，前锋，不到。僵尸。打了钻。有救了！哎，卡住了一下。拉的球估计三分之一。慢踩，不用踩，直接打他一下够了。战斗也用上。那结石会过来。这里都敢翻。在附近，这电机当心脏了，难打。好像是哦，结石是没打断。
我就算这边调音师，修完一台，七道板。不着急，投闪现。 我是没治愈了，我就不信你们重新修不动。 打钻起不来，结石想绕，结石死了。 啊，也就是首要零件，抢个鸭皮，挂人吧，挂人打稳一点。 差点翻车了，这招这个机械师是个输点，谁叫他这么膨胀，还翻满加速，直接走过去了。F 1快按。 那不是前锋，祭司都行。魔术师，魔术师，那还不如前锋了。我不如玩个天机，至少还能玩一下。应该是牛皮。 被阿飞了！这杰斯为什么要刷了？刷了，刷他分啊！你没坏表，为什么要刷别人？ 过来了，前锋在那个，好像没有，卖掉了，走吧，弹射。
哎呦，现在机师全速修电机啊，我得走了。他队友没受伤。别加速了！让我打气球刀，好说。哎，卡住了，不嗝屁了吗？估计要撞丢，对，摸他摸他就对了，反正这个人我搞不了。投了。我是想打杰克来着，结果又玩小丑了。我就觉得他会在板一下放个盒子，然后距离点了一个一两层。美滋滋，血钻，应该下一手无人机应该能带走了。蹭一下误区，等一个误认，打一个双刀。我也丢两台，不要紧，丢吧。哦，人没救下来，没救下来，你们怎么玩啊？赶不到的。好像是直接飞了。
我翻出去有无人加速，我不烦，我要逼，把你逼到这，不让你走。 他的墓地啊，巫女，不在墓地，那就是在围墙那边，还真是。烟花机，不好了，红毯子也不在啊。 可选墓地，没耳鸣的，提前抽到宝贝了，确实在墓地啊！哎，哦，这是分身，我以为是，他延时999。 球，还猜疑，那行吧，那我这边先杀你了，这么皮。 猜疑，疯狂刷分，猜一个500，猜一个500。
我翻车喽！时间过得好快啊！